大家好，我是爱鱼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最新原神活动《原神荒龙生命摇滚红色大巡回 5.8 一更活动攻略，百万骑士大搜罗攻略荒龙生命摇滚红色大巡回。啊，然后这边的话是打这个百万骑士大搜罗，那来我们打开地图，我们来到枫丹厄里纳斯下边的这个传送点，那这个点位的话可以一次性啊把三个乙醛拿满，然后往前飞，啊朝我们的右手边来，从我们的右手边往前飞，然后下边是一共是有三个，看我鼠标的位置啊，这是第一个，这边一只，然后这只这个大宝下边一点，这边还有一只，来我们下来，它一共是需要三种啊，来，那我们来打第一个，误入金考。换出来，好，那我们往下走，那这边我自己先收集了一个，那一样啊，大家把这三个杀掉，哎，懂攻击了，OK， 然后下边这一只我建议大家带弓箭啊，避免它飞天，然后来我们往前走，接上去， OK，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飞天的这种情况啊，绿树啊，建议大家是带一个弓箭角色给他打下来，它是最好的， OK， 那大家这边自己打一下，我们打地图，我们来到这个沙漠密仪神殿上面的这个千神像，拿千神像之后呢，朝我们的右手边转，然后往前走，那这个点位的话是有四个，那也够大家打了，来我们往前走，一共有四个，我继续往那边走，往前我飞过去，往下进来之后，在这个门口啊，这边就会有，从这边走， OK， 好，贯穿误入金汤受风击，好，两种，好，那我们下一个，那我们打开地图，我们来到厄里纳兹右手边这个传送点，好，在我们正前方啊是有两个啊，那这边我清掉了，然后你再往前走，在我们的正前方啊这边还有两个啊，不，三个，这上面应该是三个哦，三个，来 OK， 来按了，我们要打这一只啊，我们要打这一只，我们如果差的话，差哪个种类啊，我们就打这个，不打架，差的是这个种类啊，那么打这一个就可以了， OK，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好吧，拜拜。